江苏丰县梁寨镇积极探索基层实现党的群众路线的新途径，全力推行走村串户工作法，通过网联万户、电子建档等便民举措，收到了干部接地气、群众疏怨气、社会扬正气的良好效果。到群众中去，我们把百姓当父母，百姓会把我们当亲。